怪族新主张上菜啦！老师，今天的主食材是？今天主材是防土鸡腿。防土鸡腿，对，那要做的食材叫做棒棒鸡拉皮。棒棒鸡拉皮食材有防土鸡腿一只，凉皮两份，小黄瓜一只，姜一小块，蒜头三颗，香菜一株，红辣椒一只，蒜味花生30克，芝麻酱2匙，甜酱油1匙，镇江醋1匙，香油2匙，辣椒油2匙，糖2匙，盐1/2匙，花椒粉2匙，葱花适量。棒棒鸡就是这一个，好，防土鸡的腿，鸡腿盘，鸡腿肉，对。那我这边呢，我先加了几片的这个姜片呢，我等一下要去蒸，一点点盐巴好了，盐巴要把它抹在上面是吧？对对，就直接撒那种一匙盐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就放到蒸锅里面去蒸，好，蒸笼里面，对，差不多蒸个15分钟，好，是。那蒸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什么呢，老师？再来调，先来调这个酱，好，现在调棒棒鸡拉皮的酱，这是芝麻，这是芝麻。芝麻酱，芝麻酱，然后芝麻酱很重要哈，我们要先加等比的水量，很重要哦，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比例，不能太水，不能太对，先调开，刚刚好，这样子，很像我们在吃那个麻酱面的那个麻酱，对对，凉面的麻那个 sauce， 哇，然后呢，鬼斧神工，你看，刚刚那整坨的，老师弄完面这个样子了，1:1的比例就变这样子了。这是什么啊？我刚闻就闻到。这个是一个甜酱油，甜酱油加糖吗？就酱油加糖，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哦。现在是1:1的水加芝麻酱，然后要加多少的甜酱油？可以加2，应该说我们刚刚如果这是50克的芝麻酱好了，我们就加50cc的水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就加25，一半。如果你想要再吃甜一点，我们也可以再加一小汤匙的糖，毕竟它其实这也是糖。加一点点花椒粉哦，这么幼稚啊！会吗？那可以叫战战鸡吗？可以啊，战战鸡也可以，棒棒鸡吃起来很棒。对，加一点，是你刚加花椒粉，花椒加个2个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是葱花，青葱，葱花。这个是香油，我们还要加个2汤匙的香油。2汤匙，你都没有用汤匙量，2汤匙。我做多了，经验做多了。这个辣油呢，我加1汤匙就好，当然因人而异，你可以要辣一点，就是加多一点。跟拌面就很好，这感觉好。哇，这个加面就对了嘛。好，这个辣椒呢，增加它的一个色泽。其实这个大辣椒是不辣，好看而已啦，好不辣而已，不辣而已，不辣的辣椒。对呀，对呀。哦，在这是一个，是发现它很像那个涮羊肉的酱。哦，涮羊肉酱、豆瓣酱吗？它会有好几种，让你自己调。自己调，对。好了，这个是一个镇江醋，我加个1汤匙在里面。醋，镇江醋。那你看这个醋是红色的，是。对，一般我们你也可以加无醋。对，老师，我闻一下味道好了。好，我先闻一下。应该芝麻好像很好吃。就是凉面呐。就是凉面。就是凉面呐。凉面的酱不需要吗？端就是。这个是鸡，对，在，因为我这边有先准备一个，是这个鸡我已经先蒸好来了，是，对。那我在蒸的过程中，刚发盘子上，对不对？是。它汁的原汁，鸡的油、鸡的汁都会在这里面，我就把它拿起来，对，把它拿起来，对。哦耶。那再来呢？那我们现在滚水了。哦，一般来讲，妈妈都用泡的。对，你可以把它泡到它能够吃啊。可是泡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稍微硬一点点，可是有人就喜欢吃这种口感，硬的口感。嚼劲。对，是小黄瓜。这也要去拌它吗？这个在煮过程中可以稍微拌开了以后就可以了。这根本掉电啊？不会。但是它会烫个4到5分钟就可以了哈。那应该待会就好了。差不多了。我觉得下次企划可以来做做这个，哇！然后谁来吃呢？我们请经理下来吃，好吧？好，那个我们的鸡肉已经处理好了，现在要来把那个鸡肉。如果鸡蒸完了15分钟以后，你拿出来。老师，你现在是要教我们怎么样把鸡腿的骨头拉出来吗？哇！没有错，你讲得非常好嘛，过去。老师一天处理了几千只，他对这个已经无感了。我们第一次看，有没有觉得蛮酷的？对对对对，这不要了吗？那你可以刻啊，你可以刻，是啊，你可以。
我没有，我其实吃拉皮而已，我没有切丝。其实有点变相的，像那种有没有吃过那种棒棒？哎，鸡翅拉，哎，鸡翅拉皮，他们的皮也是底下这种皮，可是他们就是鸡肉会剥成细丝，然后放在我们任何的凉皮上面。是，你现在把我们的绿豆粉给捞起来啦。这呢，我们刚刚说蒸好那个里面的鸡的这个洞呢，对，鸡油洞，对，我们把它。啊，刚好里面有油脂，如果这样弄起来的凉皮里面有拌一点油，它可能开始就会黏在一起。对。那刚好我们利用里面的一个汤汁，还有它的油脂，是这种油脂最天然的，大家都不用害怕。OK， 对，好 ，OK。而且很香，直接进去，而且是果冻，哇，啊，就下去好了，毫不犹豫直接下，就不要再加什么香油或是什么橄榄油下去弄了，都不必了，你就利用现在有味道了，有味道了，非常香。好了，它已经那个融掉了。这边还有香菜，香菜也要放进来吗？香菜我会拌在酱里面。OK。哇！突然瞬间变很精致，突然有点像滇缅料理的感觉。这个是要放凉的吗？还是热热的？它可以放凉，热热的吃都没关系。是超好吃的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好，然后现在把我们的那个防土鸡放上去。哇，赞！那个酱一定非常好吃的。对，不过单看酱就觉得热量很满。老师你好厉害哦！你过年有没有约来我家煮饭好不好？好了，你来，我包你吃。这也太满了，我觉得他自己做的，自己吃，好会算哦。哦。啊！口水有点怪味鸡的感觉。奇怪，我本来不饿了，看了都饿了。我想配下面那个什么叫什么绿豆粉，绿豆粉，对，没错，绿豆粉啊 ，yes， 感觉然后加那个，好好吃哦，加了小黄瓜，哇，谁受得了？而且这味道真的很香啊！天哪，好香啊！飘上来了，花生粒，妈呀，我不行了！最后来点花生碎，哇，好像泰式的东西哦，对，哦 ，and three， and three， 啊，完成了。鸡腿撒上盐巴及姜片，蒸约十五分钟后取出备用。芝麻酱加入等比的水拌匀，再加入甜酱油、白砂糖、花椒粉、葱花拌匀，再加入香油、辣油、辣椒末、姜、蒸姜醋，搅拌均匀备用。另起锅滚水，放入凉皮煮四到五分钟起锅，拌入鸡油冻备用。鸡腿去骨切块备用，小黄瓜切成丝排入盘中。放上凉皮、鸡肉，淋上酱汁，撒上香菜、花生碎，即可完成。哎呀，听到了啦！没关系，掉到外面的不吃，大家都给我。被我吃掉了。啊啊！哇塞！鸡耶！什么好意思啊？这是我们的，你在吃什么呀？这是我们的，好吃。不是我吃，看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嗯，弟弟，它很有层次。它首先吃到那个芝麻的香气的味道，嗯，那之后就有点那个花生粒的甜，然后那香菜的香在这炸出来，好好吃。你知道我遇到什么吗？因为遇到谁？它的那个鸡有没有一咬的时候，它那个鸡油有没有是包覆在里面的？咬下去的时候还有油滑油滑的感觉。你遇到谁了？然后当我吃的时候，我又遇到那种微微辣椒的感觉。遇到我，然后辣椒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绿豆粉很好吃，那老师嘛，把它拉皮拉得非常的清脆，清脆可口之中呢，又有点嫩度在里面。Good， 好好吃哦，吃着是真的不会饱的。你们每次进来，我都觉得像我，你知道吗？像什么？像我丧尸啊！为什么？大笑，不一样。我自己拿筷子，好好吃。哇，妈呀！味道好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棒土鸡腿做出的棒棒鸡拉皮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会做。你看这个酱真的非常非常简单。酱汁调完之后呢，不仅可以吃这道菜，你也可以吃凉面，也可以吃干拌面，饭都能配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。正妹小厨娘。